观众朋友们，新春快乐！我是张斌，我是新党主席吴成典，我是钮泽勋，我是侯汉廷，我是李庆元，我是何振胜，我是林宏宇，我是张景维，我是朱松岭。我在厦门卫视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各位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两岸直航陪您又走过了一年，祝您在虎年工作顺利，阖家欢乐，虎虎生威，如虎添翼，阖家幸福，事事顺利。我会继续在两岸直航陪伴大家。